之后有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太突然了。那后续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个大概的方向出来？我想应该还是会扮演比较，他一生都是在舞台上面奉献。那我想，在他这个最后的一个活动上面呢，希望呢也借由我们一些亲人朋友，还有他合作伙伴的一些到场，然后给他最后的祝福。然后我们也会找一些就是他跟朵朵合作的时候的一些很珍贵的一些画面，不管画面也好，或者影像也好，还有一些照片。那像我今天早上收消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收到消息的时候，我当然脑子里面马上就浮现了很多他在跟我朵朵合作的一些作品里面的一些形象。然后一边找呢，我一边就想起那个时候的很多点点滴滴。那心里面很不舍啊。所以今天一个早上，其实我在写我自己的脸书上面的这个追思的文章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回忆。然后谢谢宝哥，谢谢他，他其实带给剧场观众或者是电视电影的观众一个很好的一个楷模。那今天很多新闻标题上面写喜剧泰斗，我觉得泰斗这两个字用在他身上恰如其分。这件事情，他太太当然有点当然非常不能够接受，因为实在是有点突然。因为这两年虽说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是呢也停止了一些这个演出的一些工作，也不太接着这些演出的工作。但是这两年他的这个不管是在这个饮食啊，这喜剧啊这方面，都还维持得相当不错。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身体的问题，那也许是早年喝酒啦，或者是早年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不够积极。他其实后来在跟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都一直在说，哎呀，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早知道我就怎么样。那但是我在跟他合作第一个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戒酒了，就大概2003左右的时候吧。他那时候已经戒酒，然后因为在那个戏中呢，他要演一个因为结婚而焦虑的一个中年男子，所以他减肥了5公斤。他当时他还真减肥了5公斤。我一直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的好。那但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接送情，我们在演接送情第一版演完的时候，他去拍一个电影，好像是《健忘症》，对，他拍一个电影，然后拍电影完了之后，他就生了一些病，然后后来接送情在演出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神经上面的有点不太协调，对。但是尽管如此，他在那个时候，他的不管是记性也好，或者是对表演的掌握，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里面。那是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那一场演出真的就是一个天意吧，可以这么说。那